当老板生气，如何让他乖乖认错啊？第一步，关闭夜水阀，让他洗不了澡。第二步，拧紧所有他要用的东西。好戏开场了。啊，干啥？怎么了？没热水了，帮我一下。没热水了，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叫哥哥。什么？叫哥哥，叫不叫？不叫搞不了啊。哥哥。哥哥好不？好，好哥哥。哎，你早这么说不完事了吗？再等着，给你弄去。行了，弄好了，去洗吧。这脸色变得可真快呀！你快点，急死了！不是你大象啊，这么快你过不去，非得跟我挤啊？行，你一会儿有事别求我啊！不出三个数，必喊我。小虎，好啊！怎么啦？啊，不好吧？那我进来了啊。没洗啊？不然呢？哼，怎么了？你帮我把这个打开一下，我打不开。这，那你以后还无理取闹不？不是，我怎么？嗯？会在无理取闹呢，好哥哥。行，那我给你打开啊，来，是这个吧？嗯。还有吗？嗯，还有这个。嗯，行，还有吗？没了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啊。对，开好了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，小虎。嗯，没了吧？没了。行，那没了，我走了。嗯。啊，洗完了。那快来把这个热水喝了吧，刚给你烧的。这真好吧。那可不。哦，对了。嗯。我衣帽间的灯不亮了。嗯。新买的丝袜还没试。什么？什么丝袜还能亮？就是